好啦，嚟到今日第二個運球練習啦。咁第二個運球練習咧，就係想話矯正翻佢哋運球同埋步伐，即係身體嘅喐動同步性嘅。即係啱啱都同佢哋講咗，就係話咧，佢哋以前學嘅運球咧，一般都係往前推進為主，你就變咗好少轉向嘅練習，包括急停嘅練習。嗱，我哋運球永遠都係有不同步的時候，例如打快攻，我哋前推運球，跑跑跑追翻個波，前推運球，跑跑跑追翻個波。咁呢個係就係你運球同身體不同步的時候。同樣啦，如果你係一個好密集嘅防守入面，我哋要用步伐，要用節奏擺脱對手的時候咧，你就一定要同個波非常之咁同步。咁佢哋咧就比較缺乏呢個練習嘅。如果你想練好自己嘅運球咧，其實每位球員都一定要加強一啲連動嘅練習。明白，我哋陣間就會做呢一 part。咁啱啱練完啦，兩個波嘅運球，大家兩位覺得點？我覺得好難啊，因為我未試過咁樣練呢啲。都係覺得好吃力，因為好少，因為可能我係中鋒咧，可能好少做呢啲。係啊，佢一個大前鋒，一個中鋒嚟嘅。練多啲運球咧，對現代嘅中鋒都好緊要。你睇下係咪 ？Jorge 咪就係又係可以拍波，又可以後手運球，照樣過人嘅人。所以咧喺現代入邊咧，尤其戰術咧，中鋒個角色會越走越出咧。運球對你嚟講嗰個重要性都增強嘅。好啦，接下來我哋去練咧，點樣令自己身體同步啦？咁咧，我哋今次就係要練習咧，喺一個好密嘅運球之下，你要做到步伐同運球節奏一致。同埋你要用到核心壓嘅力量去運球。嗱，陣間咁樣做嘅個動作就係 side to side cross between， 用左手。嗱，記住你要練好運球，先由 off hand 開始練，練咗左手先。咁咧，你右手咧練一半就得噶，你會快好多嘅。嗱，睇多次個動作 ，side to side cross between，side to side cross between， 壓然後上籃。明白嗱，我哋加埋起動嘅，再睇一次個動作。當我哋正常帶波，帶波，我哋係抹闊、抹闊、抹闊、抹闊，明唔明白？向右左、右左抹闊只腳，唔好中前。所以我哋就係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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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動 ，one two lay up， 得唔得？嗱，試下咯。好啦，咁我哋睇下佢哋示范啦，嚟 go。系啦 ，good。嗱，临尾你见到临尾中前得好紧要。嗱，佢临尾阿燕姐临尾中前到咧，佢临尾系跳唔起啊！你会见到咧，佢左脚正常上篮，左脚我哋升膝嘅，你就系中前到会勾脚，明唔明白？你临尾起动嗰下就系中前，我哋再嚟 go， 压。系啦，壓壓嗱，只腳冇喐到啊！嗱，睇唔睇到啱啱拍波咧，只腳冇跟住。系啦 ，good， 壓壓壓，系啦，嗱，唔好淨係用手，系 good， 起動，系啦 ，good， 再嚟啊，再嚟做熟佢先，做熟嗰個我哋再慢慢講，系啦，系啦，停嗱，見到咧，阿燕姐就係好前啊個拍波，嗱，記住，我哋第一唔好烏前先。明唔明？升翻直個人，
你應該是見到自己隻右腳在前的，見不到你啱啱？係啊，係你見不到，因為你咁啊，明白？所以我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人直翻嘅，用呢度用力，唔係話唔往前，但是你個頭是不會過腳的，所以你呢度係 keep 住用力嘅，同埋你聽唔聽到鞋有聲嘅，就是因為我哋係用力踩落去，踩踩踩踩，然後起到，明唔明白？明唔明白？明唔明白？你然後起動，清楚，所以你要踩落去，向右，右左，右左，你就越抹越闊噶啦，只腳 ，go， 右左，係啦，係 ，good， 再嚟，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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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記住 between the leg 即係起動啦，又勾腳啊，又冇遞高只腳啊，原來你啱啱勾咗呢下，雖然係可愛嘅，係啦，係 ，good，one two。阿平都是啊，慢慢去到第二個動作就烏得好前啦。記住，記唔記得啱啱呢個練習？記唔記得？踩踩踩踩，你是用踩嘅力運球，踩嘅力運球。明唔明白？係啦，踩落去，踩踩踩踩，右腳先。阿平睇住，右腳一、二、三、四，踩踩踩踩。我哋本身係咁闊嘅，拍住個波。當我比賽嘅時候，向右左右左，我就降低咗自己。拍波嘅時候，好多人話我哋唔好咁高，唔好咁高。唔係你個波幾高，講你個人幾低，但係低唔係烏前。而是開寬，你就會低。明白，本身我係咁嘅，開咗寬就係咁，你咪 keep 咗，你咪 keep low 咯，就可以低翻啦。所以記住，你呢個動作係慢慢打開。慢慢打開隻腳的動作嚟嘅，明白？你要開寬，再嚟啊 ！Go， go， 壓壓壓壓，係啊，壓壓壓 ，go， one two， good， 再嚟，停。喺練習嘅時候養成一個習慣，你後面等緊噶嘛，拍住個波等，拍住個波，係啦，行到埋去就一二三。是啦，錯咗啦，再嚟個，停停嗱，烏得好前啦，記住壓落去，你係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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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力嚟嘅，唔好淨係用手，係啦 ，good， 壓壓壓壓起動，壓起動，哎呀，臨尾烏咗前少少，嗱又勾腳啦，喂，戒咗勾腳啊，真係咬柴咬得好緊要噶 ，go， 壓壓壓，再嚟擘闊啲只腳。系啦，停！阿平个波唔喺前面，记住喺呢度。我哋带波嘅时候，我哋应该系向紧呢度嘅，啱唔啱？右左右左都系向翻左边，所以记唔记得？你明白嘛？所以咧，唔好去咗前面，记住啊！再嚟 ，go！ 右左右左右压，系 good！ 再嚟多次，右右 side to side 压压，系啦，记住系。唔好用手力壓壓壓壓起動，明白 ？Go， 壓 ，good， 係啦 ，good ball，go， 壓，停嗱，烏到好前啦，升翻直個人先，嗱，我哋帶住個波開始，帶住個波壓壓壓壓，帶住個波壓壓壓壓起動，明唔明白 ？Go， 再嚟，壓壓壓壓壓壓壓起動，係啦，試下 pick up 啊！起動完 pick up， 然後上籃，你要打開啲手啊，因為 go 壓壓停個波唔喺前面，再睇一次，唔好平搏帶波，記住
我哋運球嘅時候慣性一樣嘢，你係向左嘅，你唔會向前大波。我哋向緊左入，係咁樣，唔好去咗中間對住佢啊！記住啊，再嚟，係啦，係啦，壓壓壓壓壓 ，good， 係啦 ，good ball， 放高少少啊 ，high off the glass， 再嚟，壓停，再嚟個個步唔得啦，唔同步啦。拍埋去，一二三四，停，个波唔喺前面啊，然之后记住个波系喺呢度嘅，带埋去，然后一二三四，起动 ，OK，Go， 系啦 ，Go， 压，系 ，Good， 嗱，冇力啦，记住，我哋嗱，褪得褪后少少啊，你要练习到喺三分线开始起动，大约三分线，因为你过人之后咧。你要有兩步踩嘅，你去到太掹，你就踩唔到嗰兩步。再嚟啊 ，Go， 壓壓落去，停，阿平，記住，第一下嗱，兩位都係第一下個發力咧，好緊要嘅，記住帶住個波，第一下唔好手用力，你個手一用力咧，你就已經同只腳唔同步啦。記住，我哋係帶波拉壓壓壓壓。已經是用第一步已經用腳的力壓壓是啦嗱，你做到了 太大力啊阿平手的力量太大試下用多啲壓的力量是啦聽聽個波在前面是不是應該怎樣個波在後面記不記得剛剛講過這裡這裡這裡然後壓壓壓壓明白嗎 Go line 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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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系嗱，開始順好多啦。你個波，你一開始喺呢度你就做唔到噶啦，已經。好啦，咁我哋咧做完左邊之後咧，我哋就開始做右邊啦。嗱，啱啱咧有幾樣嘢咧都可以再微調再好啲嘅。第一，你係一個向緊前嘅動作嚟嘅，所以咧你見阿燕姐有幾球咧拍波咧啟動嘅第一下咧會 kick 咗自己嘅。個原因就係咧你去咗變咗打滑。我哋向緊前嘛，所以左前右前，左前右後，你應該係咁嘅。一個二色型嘅運球，壓壓壓壓起動 ，one two layer， 明唔明白？你最好有 pick up 再上籃，嚟試下咯。右邊開始，準備，應該易好多噶啦，向。二色型壓落去，爭咗個 crosser， 爭咗個 crosser， 啱啱係再嚟 go， 唔係冇咗個 cross， side to side， 記住右手 boom boom cross between 係向右邊嘅，係啦，壓係啦，嗱，記住我哋點解 cross 右邊係過人咧？嗱，你過嚟啦，你係 fake 咗，係唔係個身個波係啦？然後 fake between 呢下，你個膊頭就可以攝咗我呢度個內位，你就係呢人啦。係啦，係啊，所以你慣性記住，我哋去右係穿右腳，去左係穿左腳。記住呢樣嘢，你會順勢壓埋個膊頭過去嘅。然後壓過咗之後，你記住你過咗之後，我哋係 push dribble。點解要 pick up 就係我哋其實向緊嗰邊嘅，你要拉翻自己入去，靠個 pick up， 清唔清楚？準備咯，係拉拉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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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喺度。嗱，去咗前啊，記住，你記住防守者係喺你前邊嘅，所以你過係過呢度。記住唔好向前衝，清楚？再嚟啊 ，go 壓壓。壓壓停，再嚟個烏曬向前啦，淨係用手係咪啊？記住用個腳，用腳係啦，壓壓 cross cross between 壓壓右右 cross between 係啦 ，go 係啦 ，good 做熟佢，再嚟大波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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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嗱，你咪跳起咗一下嘅，系咪？你試下連嗰下跳起都唔好跳咧，你就再
再隱藏啲，明唔明白？壓壓低啲個波太高啦，睇多次啊！記住，我哋壓嘅時候咧係 low dribble 嚟嘅，所以咧應該喺膝頭哥度嘅啫，明白？我哋就壓壓壓壓喺度，明唔明白？壓壓壓喺度，係啦 ，good。誒嗱，冇 pick up 啦，所以咧個人一烏前咧上唔到籃，壓 pick up 係啦 ，good，good try 再嚟。阿平，你睇唔睇到落地嘣咗一聲啊？嗰下會傷腳嘅，點解呢？好早就條頸令到你烏咗向前，升起自己嗱，睇嗱試埋 last 一次，我哋昂翻起條頸先。是壓壓壓壓壓個人是直的，盡量直，你不會完全直的，但你在個鏡頭度睇翻，其實你都是啱啱好直咗少少嘅，但你一定要好令自己係用壓去過佢，明白？試下直啲直啲，抬起個昂起個頭，昂起個頭，壓壓昂起，係 keep 住昂起，壓去 good， 係啦嗱，你咪直翻好多咯，個人係咪啊？飛唔飛到？昂翻起個人 go。拉斯一球，壓壓壓 ，go！ 嗱，都係向咗前啊！記住，因為臨尾冇向咗，冇扭搏啊！臨尾嗰下冇扭搏，記住 ，boom boom boom boom， 扭搏，然後壓過去，再嚟都係拉斯，係咁拉斯，壓壓壓壓，昂起個頭，係啦！嗱，記住臨尾昂起個頭最緊要啊！平時成日污咗落去 ，go！ 係啦，昂起個頭。壓壓，唔好向前，唔係向前，停停，再嚟個阿燕，唔係向前，向左右，左右，唔好向前，再嚟多次，唔好一路急住向前先，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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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係 good ball， 哎呀，抄咗，壓壓壓壓壓壓，再嚟再嚟，唔緊要，再嚟，壓壓壓壓 ，good。good ball， 你直翻嗰陣，你會覺得自己有騰空嘅，向環 good 壓落去。嗱臨尾咧去咗咧就唔係用緊核心啦，就變咗齋用手力。記住每一步都用力踩落去，你有個感覺係咁。go 用力踩落去，踩落去係啦，踩起動。係 good ball，OK、okay。